大家好，我是阿莫，我现在在吃晚饭，跟越南朋友。凉点凉饭。这个薄荷你们吃粉也要放吗？米粉。米粉。对。我吃过那个米粉，然后都有薄荷的。我吃过，还有鸡肉米粉，鸡肉米粉加肉米粉，我发给他看过，对吗？你们经常来吃吗？姐姐不是会说吗？姐姐。啊？叫我姐姐。这个叫什么东西？牛肉啊，牛肉啊。什么是黑的？牛肉啊。不像啊。是牛肉啊。是吗？不是干牛肉。干牛肉。这个应该是折合12块钱左右，没有那么便宜啊，没有那么便宜。我给他20万，找回多少万？那就算不找，我们5个人，你说总共12块钱，一个人，那没一个人。一个人，我以为你说的是总共12块钱。一个人嘛。你跟我聊天的时候是用翻译软件吗？啊？为什么那么害羞？他什么都害羞啊，害羞，懂吗？水饺，来试一下这个春卷。姐二呀，姐二是姐姐是吧？小姐姐，中国叫小姐姐，姐二。姐这个是粉饺，里面有一个小虾。